手，我要当那赛的太空人。我想要当棒球选手。我要放箭。我的爸爸在这个年纪离乡背井，只想创业。究竟他创业的动机是什么？遇到了哪些问题？要如何面对？以前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做那么辛苦，因为读书本身也读过，也没有读很高。其实要找什么工作，其实也就是有些想说啊，做个生意看能稳定下来就好。那你做馒头的辛苦在哪里？辛苦啊，早上要很早起床，很早起床，天气很冷也要很早起床。你准备很多的东西，你也怕没有人买，没有人买，隔天的时候，当时我们现在心里想说不要卖隔天的，很多馒头剩了就喂猪吃，因为丢掉，不敢卖隔天的客人，因为隔天再怎么好吃的东西哈，隔天再蒸哈，就是会有不一样，就是要当天做的是最好吃。爸爸说，出外靠朋友。以前一个人出来打拼，有很多邻居朋友给他帮助，人家都说阿明的店是大家的店。他早上都是2:30就起床，开始工作上工。他下午我就自动帮他顾店，我们都笑他的店是众人在顾的店，他都不会说去顾到说。人家别人给他固定，会不会给他偷拿还是什么，他都不会这样想，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帮忙他。有时爸爸聊起以前创业的故事，常常说到那时的员工都把爸爸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，照顾他很多生活起居。凌晨4:00上班的员工，有时会顺路买一碗鱼粥给爸爸，让爸爸内心很感动。当时我在还没搬家之前，那一家的房子一个月房租6万，要赚6万块给他，其实生意又不好，其实是真的是符合不了。结果因为那时候对面才2万块，那时候就搬到对面去，就差了10万，就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。每当爸爸在工作中遇到挫折与困难时，他心中都会想着有那么多愿意帮忙他的人，还有一直给他支持的爸爸与妈妈。他觉得他自己一定要继续坚持，如果有一天做着做着可以把品质各方面掌握得很精准，慢慢生意可以稳定后，最安慰的就是他的爸爸和妈妈了。创业到现在，我爸爸都没有责备过我，他都还不时的鼓励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还年轻，啊，你做不好啊，没关系，爸爸这边给你做，啊，你就继续做，做到房租到期，我们就收起来就好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一个经验。”他说：“一个人在外地哈。”没有父母在旁边，我们又怕他吃亏，或是受到很多的苦。你爸爸去做这个馒头，我们也非常担心。我们在台北，他在2年左右，我们每天也在挂念着他说，一个人到外地，过着很多没办法形容的、很辛酸过日子的地方，大家都不会了解。有时候晚上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睡着，都会说爸爸爸爸你回来了。要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说三个小孩都会来，爸爸爸爸晚安睡觉。其实，这个就是当父母的快乐，就是在这里，觉得很温馨的感觉，也是最大的财富。希望小孩在长大后多善解人意，
很多事情要往好的想，事情只要往好的想，事情就什么事情都是变好。多多的互相照顾彼此，做以他们的能力做得到为原则，就是这样讲。以前常常在要收店的时候，爸爸的爸爸会打电话来关心卖得好不好，画老面有没有问题，床头真的漂不漂亮，偶尔见面时都会彼此研究如何把平时顾得更好。小时候起床时常常问妈妈爸爸呢，妈妈总是说爸爸很早就去工作了。这回看着爸爸，许多次和爸爸早起的经验，看着爸爸在巷口消失的背影，才知道爸爸闹不住。晚上睡觉有时候我们还会 有一些眼泪哈，我们一家为了生活而成长上进，好让我们父亲我们在